乐活是由香料类的植物组合而成的复方精油，这些香料都有特别的芳香调理作用，有生姜、龙艾、茴香、大茴香、藏茴香、胡荽、薄荷等植物。生姜带来温暖活络的感觉，龙艾对舒缓腹部紧张很有帮助，胡荽、茴香、大茴香、藏茴香都可以帮助消化与吸收，薄荷的沁凉感觉可以舒缓各种的不适感。像我经常外食，当肚子胀胀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会用乐活来稍微按摩舒缓。搭飞机或搭车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也一样会嗅吸以及按摩腹部，可以舒缓不舒服的感觉哦。乐活是我会随身携带的精油，它能够帮助我舒缓肚子不适，缓解舟车劳顿。它让我随时感觉状况都非常好，我也将我最爱的乐活分享给你哦。